皇兄，臣弟领旨。燕儿，皇上，皇上。 你要好好的帮助老五，全力为信王扫清一切障碍，助他顺利继承大统。好，只要你能好起来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 召集群臣，就现在。臣弟现在就召集，这就传令李光启，马上就召集文武百官。臣弟现在就去。 小驹子，哎，皇上，奴才在这儿呢。北角。可是，皇上您这……按照原计划出宫，宝珠还在等着我呢。啊！快去。是万岁爷，奴才这就去准备。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。奇怪呀、啊，既然召我们连夜进宫，为何又紧闭宫门呢？这门口连个人影都没有，皇上驾崩这么大的事儿，哪能如此冷清草率呢？ 难道是宫中发生了什么变故？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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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桃子，在。为什么？
没有一个侍卫在呢。是啊，刚才奴才也犯嘀咕，我出来张罗轿子的时候人还都在，可这会儿不好。回宫，回宫啊，回宫，回宫。有事吗？保护皇后娘娘。这到底是怎么了？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们连点动静都没有啊！是啊，这真是急死人了。静一静，大家听我说。以我身为人臣，识君之路，当忠君之道。如今宫中吉凶难测，我等绝不能在这里袖手旁观，坐以待毙。哎，是啊，是啊，不能袖手旁观，坐以待毙啊！依我之见，我等当合力撞开宫门，进去一看究竟。若是真有奸人作祟，我等就是拼上性命，也要保护楚军安全，方不失为人臣之道。可是私闯进宫，那是死罪啊！说的对啊，万一怪罪下来怎么办？是啊，朱玉大人，大险啊，大好险啊！此时宫中阉党余孽未除，又恰逢皇位交接，我等若在这里墨守成规，坐以待毙，让阉党占据先机控制朝堂，我等就是断送大明江山的千古罪臣，到时候追悔莫及啊！是啊，是啊，那倒是。李大人言之有理，我愿随李大人撞门，直闯乾清宫救驾。本官愿前来，我愿前来。信王，王爷。带皇后冲出去。上。小翠，我们百官来了。皇后娘娘，你看，宣布皇上有懿旨。是。皇上驾崩，懿旨在此。忠臣皆旨。天承运，皇好呀！
大家都知道，最近朝中出了很多事情，所以朕怀疑朝中有人表面恭顺，背地里却做着谋反的勾当，所以朕假传驾崩之讯，就是要看一看有没有人趁机作乱。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今日，朕当着满朝文武、众位爱卿的面，立信王朱由检为储君，他日朕若驾崩之后，众位爱卿定当勤勉于世，辅佐新君，保我大明盛世永昌。皇上，皇上。